夏天会因为谁而放慢了脚步，热闹的蝉鸣复杂心情，不知道未来有怎样风景。电影会因为谁而重写了剧情，突然的暴雨路看不清，不知道今晚有没有星星。看着那最后一颗烟花火消失天际，提醒我有些话不说，一切会不会太晚。我就是一直一直一直这样的喜欢你，在无眠的寒夜告别的季节，拼命再勇敢一些，我们会一天一天一天长长的走下去。答案的秘密无解的问题都变成了最简单的一句谢谢你。我算是明白了啊，女儿长大了，你有自己的选择权了，是不是？我管不了你的，对吧？可我是不是还能管得了你？我不管，你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你给我把他换到文科班去。你换不了，我告诉你，从明天开始，你自己的衣服自己洗，自己的饭自己做，我绝不管你了。哎呀，你这。贤呀，今天老师来家访了，把这个给了我们。你说你妈能不生气吗？贤呀，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这样吗？她是觉得你长大了，不再需要她了，她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所以她才这样。你得理解妈妈。那爸爸也得说你两句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？交这志愿表啊，爸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瞒着你们。你跟妈说说，别让我去文科班行吗？我现在在这个班挺好，挺开心的，而且我也不想跟我的朋友们分开。行吧，妈妈那儿，爸爸先帮你求求情啊，但是。爸爸能力有限啊，只能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下个月月考你考个好成绩出来，没准儿这事儿还能有个解决的办法，行吗？目前文理分科的人员安排暂时就是这样了啊，当然这个也不是最终确定的。要是有同学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觉得自己好像还是更想学文，就赶快来找老师，咱们就赶快调整啊。这次的分班考试的题呢，我就不讲了，等一下把答案给大家发下去，每个人回去做一套错题分析，然后周五之前给我交上来，好吧？咱们就继续上课。只能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下个月月考你考个好成绩出来，没准儿这事儿还能有个解决的办法，行吗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
感觉这分班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。那是因为选文科的人本来就少啊。怎么没变化呀？女神杨纯子走了。你那么惋惜啊？嗯。那你跟他一起去呗。来不及了。哎，你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来不及吗？什么？我之前借给你的这张游戏碟，我不借了。哎，别！姑奶奶就借玩会儿吧。那你去问杨纯子有没有啊？你找他借啊。宋子琪，孔珊妮，你们俩给我站起来！都怪你，站后面去。其他同学，我们拿出数学必修三，翻到第23页，我们继续来上课。我们今天来讲这个辗转相除法。辗转相除法是欧几里得原本中记录的一个算法，没有不相等的二数，若依次从大数中不断地减去小数，若余数总是量不进它前面的一个数，直到最后的一个余数为一个单位。爸，哟，谢谢。你怎么来我们这层了？不是说了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？我来打印个资料，楼上打印机坏了，放心放心。你跟我妈聊了吗？她还在生气吗？多少还有点。你妈还提出了一个条件啊，理综270分以上。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把我的命给她得了。傻丫头，你的命本来就是她给的啊。那个，爸能力有限，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加油！谢谢爸。2万7，怎么够？哎，这一边比赛一边学习，是个正常人都不行。哎，可怜呐。是又熬夜刷题了，你这样会不会太累了？睡眠够吗？没事啊，我这不是补回来了。怎么了你？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在一个月之内理综达到270分以上？做梦。你现在呢，其他的不要想，多做点试卷。以你现在的程度，别说270分，250都难。你才250。起码我现在要先开始努力才行，加油！来，聪聪，多吃肉，男孩子长身体，多吃啊。妈，你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？还不是为了你们这两个读书的。快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哦。好吃。妈妈，你辛苦了，多吃点。呀。我这都做了10多年了，才听到一句好话。来，聪聪，你多吃。
今天晚上这么丰盛啊！啊，哎，我的，啊，我也不是太饿，你们吃啊，我再去看会书。明天周末，带你去配副度数高的眼镜。谢谢妈。不能松懈，说好的理综270分，少一分都不行。嗯。270，少一分都不行。大家安静一下。上周周测的物理试卷已经发下来了，杨老师让每位同学在一周之内带好错题分析，去他办公室找他。大家别忘了啊。嗯。怎么了？没救了。我看看。哎，这道题你公式都记错了，不该丢分的。还有这道你审题有误。乒乓球的质量是误导命题，这个也不该丢分的。这个更离谱了，你前面的都对，怎么后面简单的算法反而错了？你当时在想什么呀？我要是都做对，那考90分的就是我了。做错题还有理？这道。谢谢。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大学不用上课吗？还没开学呢，想着再过来看看你。哦。你现在有时间吗？阿姨对你要求那么高，说明她还是相信你有这个实力，所以你也不用气馁。因为我也相信，你可以做到。我也以为我可以，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你有什么不会的可以问我呀。你不是学文的吗？小瞧我了是不是？教你我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我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有点没信心了吧，但是谢谢你啊，学长。哦，对了，我过来还有一个事儿。毕业典礼那天本来想找你合照来的，但是没来得及，今天你可得补一张给我。没问题。来。没想到一转眼你就是大学生了，那我们以后岂不是要很久不见了？怕什么呀，放假了我还会回来的。嗯，我得回去上课了。
一会儿班主任该回来了。嗯。欣欣。这个送给你，希望你永远都可以这样笑着。一定。快去上课吧。嗯。倩倩，我突然想到，哟，谁给你拍的照片啊？刚刚学长帮我拍的。哦，我看看，我看。你看这回眸一笑。嗯。你这学长挺会拍的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错题的原因我都给你写出来了，你今晚回去好好看看。还有这两套卷子，你今晚写完，明天拿给我。一晚上做两套卷子啊？你要是觉得难，可以不用做，反正200分的理综也有大学读。我不是不做，哎，周思远，你干嘛对我们家倩倩那么残忍啊？我对她残忍，高考比我残忍多了，我这是在帮她。要不，你还是先忙奥数的事情吧。行啊，那以后我不管你了。谢谢。你怎么还没去学校啊？啊，阿姨早，我等周思月呢，她下来了吗？她没跟你说吗？她今天一大早就跟奥赛小组一块坐大巴去训练营了。哦。哦，嗯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，阿姨。嗯，路上小心啊。嗯，阿姨再见。再见。不习惯，他好像只身前往了一个战场一般。也许这是我的错觉，毕竟他应该很熟悉这样的竞赛生活了吧。见了广袤的模样，我才意识到，我也想要前往那里，不被落在身后。
我听说铅球队最近好像没有招生计划。行。干嘛呢？干嘛呀？你吓我一跳。跟踪人呢？啊？我没有跟踪。嘴还挺硬。这个宋子琪，放学不等我就算了，还跟其他女生走在一起，气死！吃醋了？我才没有吃醋。我回家了。那个，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？办法是还没想到，但是我肚子有点饿了。明白，安排，走。谢谢。哎，沙迪可可。哎，谢谢。你最近怎么这么用功啊？哎呀，马上要月考了，我要好好准备才行啊。你们什么时候凑一块了？哎，两位要点点什么吗？两杯柠檬水。嗯，好的。你不是不在意宋子琪吗？那你从小养到大的狗跟别人跑了，你不着急啊？我生气，他宋子琪也比想好过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，你也去找别人玩，气气他呗。啊？你就办一个聚会啊，你就当着他的面邀请所有人，就不邀请他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好主意啊，我刚好要过生日了，那我就这周末办生日会，你到时候得来啊。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啦？哎呀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嘛，你来不来啊？来啊，我肯定来。哎，水来了。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也不打声招呼。哎，我喝一口渴死。你自己去买。我喝。宋子琪，喝一口你水咋了？你小气劲儿。谢谢啊，走啊，回家。你自己回，今天跟可可走。好吧，那我自己回了，拜拜。你觉得这算不算间接接吻啊？唉，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就在台球厅等着我吧啊！先不跟你说了，挂了。哎，四月，啊，你不是在训练营吗？是啊，你帮我个忙，看好小怪兽。同学们，我这周末办生日会，你们一起来呗。来啊，都有谁啊？就我、丁倩，还有十班一个女生，就我们三个，你们大家都一起来呗啊。好，他俩就玩最积极，你看看。阿迪，你生日会都干嘛呀？我生日会啊，我生日会就唱歌、吃饭、打台球，反正你们想干嘛干嘛，你们消费我爸买单啊！哇，好吧。真的假的？你别骗我妈。骗你干嘛？我证明，你去年排场比这次还大，讲道理还挺有意思的。那你算我一个。算你一个，
你们还有谁？记得来找我啊！下课，找我啊，找我啊！下课来找我，听到没？哟，娘娘，您这是要过大寿呀？阵容不小呢吗？知不知道国庆之后马上就要月考了啊？一个个是能考满分啊，还是怎么着？能吗？不能还不老实点，回去写作业去。哟，你俩醒了。家没人吗？哦，我妈带我弟弟出去了，我爸爸回客山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来找你陪我过生日啊？嗯。上次舅妈训完你，你不是说不办了吗？哎，别说了，宋子琪那个狗东西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但是，这不妨碍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啊？嗯。可是。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写完，你疯了吗？今天我过生日哎，丁宪。对啊，实在不行你把作业带过去写呗。嗯，也行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丁宪，你就打算穿这身衣服跟我们过生日去啊？这身衣服怎么了？哎，我就知道。材料准备好了，嗯，给，穿上吧。这是什么？你过生日，我穿它干嘛呀？反正我穿了也没人看啊，你试试呗。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你这锅盖头怎么回事啊？别提了，还能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好了，我帮你搞一下，走走走走走。啊？怎么搞？帮你把锅盖头再修一下。啊？那它会不会又……你们再这样，我就回去了。哎。这是我过得最没有意思的一个生日了，我也太惨了吧！哎，要不我陪你去逛街？没意思。那去游乐园？也没意思。那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我想要热闹，我想要聚会，我想要他能陪我出去玩嘛。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呢。哎，你们过生日吗？人呢？生日会取消了。啊？你不是不来吗？我为什么不来啊？你每年生日我都在啊。喏，送你的礼物。今年别再向我要了啊。嗯。哼哼。哎呦，你咋了，姑奶奶？哎，他就是想要热闹，想要聚会，想要大家陪他一起玩。哎，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走，跟我唱歌去，我把班上的同学给你联系联系，多凑几个人。真的？嗯。好啊，谢谢，我们一起去吧。你们去吧，我要先把这试卷写完。我今天过生日，哎，我想你跟我一起嘛。而且我也不会唱歌，我怕去了扫你们兴。等我这次月考考完，我一定补偿你，我发誓。哎，你就让他先回家吧，省得家人担心。那好吧，那你一个人回家注意安全啊。我们先走了。好。
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周思月，马上就要月考了。如果这次没考好的话，爸妈可能会把我转到文科班去。我好紧张啊。给我拿了两个。好的。来，给你拿好，谢谢。走吧。你好，我要一瓶水。啊，好的。给你钱。拿好。好，谢谢。嗯。你好，要喝点什么吗？给我一瓶水。好。手机在这儿呢。喂，怎么了？思月，明显没人跟了。他在哪儿？我先过去，你去找人。小胖，把手机还给我。我要是不还呢？哎，哥，你来了。啊？是你。哎！哎，站住！回来！赶紧下来！别跑！回来！哎，站住！给我回来！宋子琪，你快过来，出事了！干嘛呢？哦，你就是上次那个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事儿跟你没关，赶紧走。我要是不走呢？死就滚！走，走，走！丁宪，谢谢，你没事吧？担心死我了。我先送他回去啊。我们也干撤吧，等会儿人家摇人了。走吧。走走走走走走。不是，我生日还没过呢。陪你回去过生日，唱歌嘛。走走走。
好了，赶紧上去吧。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你放心吧，他们以后都不敢再来找你了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蒋晨偶然发现有人跟着你，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我给你发的短信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你呢？就放轻松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。上次数学周测我的成绩不错，所以这次月考应该问题不大。那看来没有我在，你也是可以考得很好的嘛。那当然。不是，有你在的话会更好的。好啦，赶紧上去吧。好。周思月，你一定能考好的，我也一定会留在理科班的，加油。加油。我走啦。妈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我……你这穿的谁的衣服？我们班同学的，他今天过生日，我们就约着一起出去了。好啊，你这马上就要月考了，你要是考不好的话……知道了，妈，我会学习的。你回去了吗？啊，我在宿舍呢。那你回去有没有挨骂呀？怎么可能？老师他们根本没发现。那就好，听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说你要学习吗？私自离开训练营是要取消你资格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去哪儿了？你到底说不说？你不说，你现在就去跟我跑十圈，反省反省。轻轻划过发梢。
进你的怀抱，不经意扬起嘴角，很奇妙的味道，浪漫在发酵，依偎在你的身旁，当思念在心上留下一束光，是你温柔的过往，想要和你去远方寻找